两位女神请。请。女士优先。女士优先。磨磨唧唧。哦，对不起，这只有一位女士，女士优先。谢谢。这只有一位女士。哎，这位小伙子，来，小伙子，大猪蹄子是吧？看见长鲜鲜的，我也是个女人，好吗？这位大哥，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不用激动，好不好？这位大哥，看出来你有一股好汉的气质，来，那个消消气，我们的探神器就在这个门后，我们现在是全新设计，你说一句，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开不了这，还真说了。好的，这没有用，这有个按钮。还有这种事情？哎 ，What's happened？ 我们两个在一个区域搜，然后你呢？你随便，你这块都是你的地方，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好不好？大猪蹄子，我第一个搜你。来，我跟你说，要仔细先看一下现场，主要线。好。我来看看何房面上显然是不可能有什么东西的，自然是柜子里。柜子里，好的，没有。哇塞，哇，这个人是有特殊爱好吗？我的天哪，这像话吗？哎，评评理，这个像话吗？这，我的天！刚刚都跟你打了10分钟电话了，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你懂了吗？快发来。然后何房发了一个身份证件，很多人都帮我砍了，就差你一刀了。何房还有这种小爱好，这房子好精致啊，好看啊，这做得好。嗨。我搜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拍下来了，我拍下来了。嗯，一次一格用完纸卷纸补入了，这个我觉得有诈。看这是什么？哇，哎，这个有多浮夸！我的天哪，纸巾都用上了。像话吗？说明他是个非常爱钱、梦想有钱的人。哦，哇塞，笔记本、路由器不要钱，没有说过质量不好，但便宜。路由器，那个233号租户的网瘾真大。吵着喊着要路由器，233的住户不就是真行吗？幸好我今天遇到传单小妹，买到了全街最低价的货，又是省钱快乐的一天。哎呦，我找到了一个今日存款数，这是几来着？这876，这六，那就是6666啊！我的天，我刚为什么不是这个？6×6，哦，打开了！啊，我的天，原来你是想要这个？你早说嘛，888多好，干嘛666呢？真是，邮件，何防于什么11月27日？向借贷平台借款，共计30万，利息30%。我又怎么了？你们慎重一点，不要乱可疑，不要乱怀疑，乱怀疑就是对凶手最大的放任。亲爱的萨卫，你在干什么？我真的是被吓到了，我没有见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你在哪找到的？你在哪找到的？我好幸福。你在哪找到的？我都发财了，我们还破什么案呢？71。我们三个人把它一分。我来的可真是时候。你那些什么房产证？哦，但你还放房产证比这个值钱。对呀、啊。比这个值钱。哇，
个修手机的人啊，手机一多哦，真心很要命。呀，等一下，这台有点不一样的啊，它是正着放的。密码又来，6666。那会不会是什么我爱赛位这样5235？不知道是什么523，不是，这怎么办？密码，再看一下啊，人是铁，饭是钢。吃货总比吃货强，心情就是每分都来一分，吃了我的爵位，生活有滋有味。恭喜你，好吧。等一下，祝你生日快乐，过生日也要记得吃哦，我的爵位哦，2019年6月3日。所以他是6月3日的生日，那会不会是0603？哈，有了，信息，何妨？等一下，何妨和他发的，但是何妨手机上写的名字是好，是真行，所以他是改了手机上的名字。啊，我这手机好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跟刚才我在何凡手机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他明明是跟真行发的，这个是在荣三 C 房间发现的手机，是荣三 C 的手机，他和何凡发的信息内容是和我刚才在何凡房间里面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什么？相册，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是很正常的。抖音，啊，真行的抖音，今日份的抖音分享，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2019年11月24日12点，我在这儿。不重要的小国，那你在这里干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实现你的味道，我知道。